好，让我们继续看下边啊，下一个词啊，下一个词叫做 clear voice 啊，大家看这个词啊，clear voice，clear voice 叫什么？叫做透视，或者叫做洞察力，形容一个人的一个敏锐度啊，敏锐洞察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么呃，咱们在很早以前其实学过一个单词啊，这是高高考的词汇，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叫 insight，洞察力，I N S I G H T。那么后来我们又讲了一个单词，还记得吗？咱们在这次书当中给大家讲了一个单词，叫做呃。啊 a c u m a n 这个词还记得吗？金，男人很尖很精明，还记得吗？a c u m e n，回忆回忆，用手写一写这个单词。clear voice 也表示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叫做洞察、精明透、透透呃透视。这词呢为什么表示这样的一个意思？首先大家能还是能判断出来，咱们已经上了这样几个小时课了，大家会发现。 做背单词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要首先注意把前后缀去掉，就记它核心的一块儿就行了。名词后缀，看看这个词 a n c e。那这词为什么叫做很精明、很洞察、洞察力的感觉？它这个词其实来自于谁呢？你读一读 voice, clear voice，clear voice，它其实就是来自于谁？clear，前半部分就是来自于 clear，把这 clear 抓住就可以了，这个词就会好记很多。第二部分就是谁呢？就是这个 v o y 啊、嗯。 大家注意一下啊，boy 呢，它作为词根来讲呢，这个注意一下，它其实是来自于谁的一个简写变体，它其实就来自于看这个词根的一个简写啊。因为这你看读成 v i c e 这是 vi，它把这个轻辅音在第一节课我给大家说过，在造词的时候，轻辅音在词造词的时候在词尾的时候是可以被去掉的。它其实来自于看这个词根，vis，咱们在第一天也给大家讲过，表示的意思是 to see。 所以这个词强调是这样两部分构呃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这个词根就是 clear，它的词源是来自于清楚。第二部分来自于看，就是看得清楚。所以我们说叫做透视或者叫做洞察力的意思。咱们说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读一读 clear voice 啊读。 读一下 clear voice，clear voice，它 voice, 就是来自于 clear 这个词啊，这个词呢没有什么其他展开的词，那么注意它的同义词就行了。acumen 看得清楚，记住我的解，就记它前面前五个字母，是来自 clear，很清楚的感觉啊。好，让我们继续看下边下一个单词，下一个单词叫做 c l e m a n t 啊，大家看下这个词啊 c l e m a n t 表示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可以表示我们是叫做什么呢？叫做和蔼可亲的、宽厚仁慈的啊。咱们在之前讲了一个单词叫做良性的，大家还记得这个词吗？叫做 benign 啊，回忆回忆这个词啊，benign 也是表示人啊，叫做和蔼可亲，还有叫 amiable。 Amicable 回一回爱慕两个两个两个,两个词啊，那么或者表示天气就是温和都可以啊。Clement 的这个单词呢，首先注意它的反义词，这个反义词也是比较常见，就是前面加一个 i n，用 i n 来否定，叫 inclement 啊，用这个词来否定，表示天气就表示狂暴的啊。你看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风雪交加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这个这个叫做 clement inclement 狂暴的。第二个呢还可以表示什么呢？表示人就是冷酷无情的啊，人冷酷无情的用 i n 来否定。这个词为什么我们说叫做温温和啊？形容人也是很温和的感觉。 它的词源是来自于谁呢？首先注意这个词的后缀呢，它是 e n t，不是 m e n t，因为要知道 m e n t 呢，它是名词后缀。那这你看,看它它什么词性，它是呃形容词，所以形容词这个后缀判断出来应该是 e n t。这个词来自于谁呢？你读一读 c l e m e n t c l e m e n t 现在大家看一看，它其实就是来自于谁？就是来自于一个幼儿园词汇，叫 climate，来自于“气候”这个词。所以把它俩放到一块儿，放到一块儿，跟词源放到一块儿去读。climate climate 形容天气温和良好，是指这样一个意思。元音之间发生一个同加替换，e 变成了 i，、哎、这个后缀变化了，也就是天气温和。climate climate。但大家注意一下，那它的名词呢变成谁呢？形容人宽厚仁慈是 cy 结尾，这个我强调不是 c，因为 e n t 结尾的形容词呢，一般变名词的话可以变成 c y，它也可以变成 c e，都可以啊。它的名词是 clemency。 啊、uh,，clemency，啊、uh,，clement。好，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到这里不多说了啊。Uh, 那么让我们继续看下边下一个单词，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叫做 c o g i t a t e 啊、uh,，叫做 c o g i t a t e c o g i t a t e 这个单词叫什么呢？叫做思考、考虑的意思。其实这个词咱们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一次了啊。Uh, 那么还记得这个词吗？跟煽动那个词放到一起吧，煽动某人做某事。我说走啊，去行动那个词根还记得吗？叫 agitate。 大家回忆一下，就把这个前缀换成 a 啊、uh,，agitate 啊、uh,。那么这里面这个词呢，我说要一起行动，一起思考 c o g i t a t e to means to consider something carefully 啊、uh,，表示这样的一个意思，叫做仔细考虑，仔细思考，叫做 c o g t a t e 这个词呢，现在这里边我强调一下它的用法啊，它不搭配介词 on 使用 c o g i t a t e on something，大家一起去行动，大家一起想一想啊，uh, 叫做 c o g i t a t e on。那么这里面这个词根就不再展开讲大家可以翻开之前的笔记去找一找。那么这里面我主要讲一讲它的同义词，我们说叫考虑、思考的词还有哪些词啊？Uh, 我们在啊、uh, 北美考试当中看看。 有哪些？第一个单词，咱们从简单的开始，先说频率较高的词。第一个叫做 deliberate，啊 deliberate。第二个单词叫做 contemplate，contemplate，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三个单词啊叫做啊叫做这个 ruminate，啊 ruminate，啊 ruminate。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几个单词啊，还有最后一个叫做 ponder。 d o n d e r，这这四个词补充这四个词呢都是动词。咱们从第一个词开始看一下，第一个词叫做 deliberate，deliberate，deliberate 这个单词呢，注意一下，它既是形容词又是动词啊，都可以啊。那么咱们看它第一个意思，如果作为形容词来讲，它表示什么呢？叫做故意的，叫做 on purpose 啊 on purpose。那么形容词的第二个意思就表示深思熟虑的啊，深思熟虑的，考虑好的，仔细考虑的。其实这两个意思是紧密相连的。你看，如果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去做一个事情的话啊，那么其实就是故意去做。 刻意去做的。如果作为动词来讲，就是仔细考虑、考虑的意思。它也搭配介词 on 使用，deliberate on something 啊。两个词性，但这个词确实在考试当中形容词用的是比较多的，就是故意的这个意思。一般会用到副词叫 deliberately 啊。那么这咱们来去记一下这个词。如果没有背过这词的咱们来看看怎么去记它。它是来自于谁呢？首先前缀很明显，第一 at 动词后缀。它是来自于谁呢？它是来自于就是天平这个词，就是 libera。我在之前给大家讲过那个叫做放纵纵欲自由那个词，还记得吧？叫 l i b e r t y 回忆回忆，就是来自天平这个词。为什么叫仔细考虑？它实际上就是指天平。 一个动作，你看为什么要仔细考虑？就是天平是干嘛？是不是称东西的？就是去衡量一个西。你看，一个是玩儿，一个是学啊。你看孰轻孰重？用天平，这个第一是一个加强，用天平去衡量事情，是来自于“衡量”这个概念，“天平”这个概念啊，所以引申为叫做仔细考虑的意思。好，让我们来看第二个词，叫做 “contemplate”，这是一个及物动词，注意在最前面读一读，叫 “contemplate” 啊，“contemplate”。“contemplate” cont 这单词呢啊，首先注意看它前缀 “c-o-n”，后缀谁呢？“ate”。AT e 啊，前缀是 c n 后缀是 ate，那么中间部分它来自于谁？来自于 temple 这个词。temple 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大家有没有学过这个词？temple 表示什么？叫做寺庙。那咱们应该听过，叫少林 temple，少林寺啊。当然，这个有同学会说，这个跟那个冥想，仔细考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个 temple 除了表示寺庙以外，它还可以表示的意思叫做太阳穴，还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你看，咱有的时候想东西的时候啊。 想一想，动动脑筋啊，是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它表示的意思叫仔细考虑。但如果说老师我不知道这个词有太阳穴的意思，就通过庙去想也行。你看，整天在庙里的人，一天也是干嘛呢？念经、冥冥想、沉思冥想啊，是吧？去顿悟人生，这样的一个动作叫 contemplate。记住我的一个解释，一起共同像庙里的人一样思考，在庙里思考，庙里冥想、沉思。好，下一个词叫 r u m i n a t e 这个词比较难记，因为它没有展开同源一体词没有，所以这个词能通过一个联想去记。r u m i n a t e 这个词呢，也是一个不及物动词，搭配 on 使用 r u m i n a t e r u m i n a t e on something。 啊，这个、要知道一下，这个怎么去记它就通过一个拼音联想，就怎么想的，想的都怎么的啊？叫做读读三遍，ruminat e ruminat，e 就想得入迷，用拼音去拼，想入迷，记住我的一个解释啊，这样去记 r u m i 想得入迷，想入迷了。 啊，ruminate。Uh, 好，我们就来看最后一个单词，叫做 ponder。ponder 这个单词呢，作为动词来讲，注意啊，它如果接第一个可以接宾从，第二宾语从句，第二个可以接 over。如果是不及物动词的话，就接 over 来使用啊。Uh, ponder over something，这个为什么叫做仔细考虑呢？它是来自于谁呢？首先告诉我它的后缀是谁，大家能看出来吗？后缀很明显是 er，动词的一个反复的行为后缀。那么它的前半部分是来自于谁？p-o-n-d，大家看,看这一部分。那么这个 p-o-n-d 它是来自于它的词源写在旁边，就是来自于 pond u。 就是来自于“磅”这个词啊，注意啊，跟重量有关啊。一二是一个反复的一个动作，一二是反复的，但是来自于“磅”这个词胖子这个词，它就相当于是胖的后面加了一个 “er”，一是这样派成这个词。你看，强调就是指反复掂量。咱们经常会说，来反复衡量一个东西的重量，就这个动作，掂量掂量，所以也叫做仔细考虑。 啊，也叫做思考、仔细考虑的意思啊。那这里边咱们把考试当中主要考的几个词都已经跟大家说完了。比较难记的是第一个就是“书上这个词叫 “cogitate”，第二个词就是“想入迷”、“ruminate”，想入迷、入迷、想、入迷、想啊。用天平去衡量啊，仔细考虑，故意的庙里的人冥想、仔细思考。最后一个词反复掂量这个东西的重量，来自于 b 这个词，也是表示仔细考虑啊。好，那么这个词到这里不说了，结束。 好，让我们继续看下面下一个单词。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叫做 c o u t i s h 读一读这个词啊，叫轻佻的、不受管束的、难以管束的，就是类似于咱们这个中学学的一个词，叫做 disobey，大家学过这个词吧？disobey 就是不服从、不服管的感觉。那么，呃，这个词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叫做小马似的，像小马一样的啊、呃。大家看到这个后缀还记得吗？咱们曾经给大家讲，我当然讲过一个词，叫做啊、呃，叫做像驴一样的，叫做固执的、倔强的，叫做 m u l i s h 我还讲过一个叫像牛市的吧，行情看涨的，叫做。 oolish，还记得这个后缀吗？后缀叫什么意思呢？叫做像什么什么一样的，具有什么什么的性质特点啊？那么这条既然叫小马似的，那它前半部分这个 c o l t coat 呢？它的旧表什么意思？叫做小马，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Young horse 叫小马，啊马的意思啊。那小马什么特点呢？就是你看刚生下来，咱们如果看过《赤壁》的同学回忆回忆，咱们说那个林志玲演的那个什么萌萌站起来，就这种感觉。你看那个马刚一刚这个小马刚,刚能站起来的时候，哇哇使劲跑，是这种感觉，你喊不住它，这样这样的一个一个行为。所以说像小马一样的。 什么特点？啊，叫做轻佻、难管束啊，很不羁的这种感觉啊，放荡啊，不羁的这种感觉，难以管束的。所以在这里面要知道，它是来自于前半部分“小马”这个词，叫做 “coat” 啊，叫做 “coat”。那么这个词我们通过谁去记啊？有这样的一组形近词，把它放到一块儿。第二个叫 “jot”，l 下一个词叫做 “mote”，啊，最后一个叫做 “dot”。e 把这几个词大家放到一块儿作为一组形近词。第一个叫做 “coat”，第二个叫做 “jot”，l 第三个叫做 “mote”，最后一个叫做 “dot”。e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这组词呢，通过谁去区别呢？啊，按照咱们形近词的归类区别的话，那我们肯定就要通过前面去区别啊。因为这组词呢，后边都一样，就通过首字母开头去进行联想。这组词因为它没有没有词根词缀啊，所以咱们只通过一个联想去记了。第一个就通过谁去记？为什么叫小马？就通过叫喊去记。你看那个马刚上来啊，那种感觉啊，这个叫做啊 coat，喊叫的是小马。下面这个单词呢叫什么呢？先看这个词，mote 这个词，mote 表示什么呢？叫做脱毛换羽动物的脱毛。 换羽，鸟的换语，脱毛，这个叫做 m o 什么？这个通过谁去记？就通过它前面去拼音去拼，m o 毛是脱毛，通过拼音去拼它，m o 毛是脱毛。下一个词呢叫什么呢？叫做 j o l t，j o l t 这个词通过谁呢？通过 j 去想，把 j 想成谁呢？想成 journey。 讲成旅程，旅程的之间的一个动作叫什么？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要坐车出去旅行的话，沿途当中会怎么的呢？叫做呃，比如说说个句子，大家感受感受啊。<music> Jolt means to shake, to shake up and down, shake up and down、so。说 The bus jolted the passengers severely. t h e Bus jolted the passengers severely。说这汽车把这个乘客们怎么样？Shake up and down，什么叫做颠簸啊？叫做颠簸的意思。就通过旅行，记住旅行有颠簸啊。毛毛是脱毛，喊叫的是小马。最后一个，它是来自于谁？Dolt D, olt, D O L T，它是来自于 dolt。dolt 咱们都知道叫呆板的嘛，这就来自于它，叫什么呢？叫做傻瓜 fool。 啊，叫做傻瓜的意思，stupid guy 啊，强调这个意思啊，stupid a stupid person 啊，叫做傻愚蠢的人，傻瓜。那么这组词大家大家串到一起去看一下，这组短词我给大家总结到一块儿了。这个我希望大家当堂能记住这个词，读一读。Molt，毛是脱毛，毛是脱毛，旅行。这一句里把它想到旅行，旅行有颠簸、啊、喊叫的是小马啊，愚蠢的是傻瓜。Dolt 来自于 Dot 所以它来自于谁？每个词都有它记词的一个点，抓住这个点，这个词就会有印象，被硬记啊。硬记这英文和汉语间它没什么联系的啊。那么这个这个 cottage 像小马。 一样的，我们说叫做难管的、不受拘束的。好，那么这一组词到这里不说了。好，让我们继续看下边下一个词。下一个单词读一读，叫做 combustible。大家看一下这个单词啊，combustible。combustible comb 叫什么呢？叫做易燃的啊，叫做易燃的，easily get burnt，容易燃烧的啊，是吧？啊，容易被点燃。那么这里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词为什么叫做易燃的。首先告诉我它的前缀是谁，是吧？很明显，c-o-m。C o、M, 后缀是谁？a-i-b-l-e 啊，i-b-l-e。I B L e, 那么这个词的核心部位就是谁？就是 Bust，bust 它是来自于谁呢？你可以推导第一步，大家如果认识这个词的话，你就通过它去记就行了。Burst，burst 什么意思呢？叫做爆炸的意思，boom 这样的一个动作，说水管爆了啊，这个这个叫做 burst 啊。第二个呢，这个 burst 它又是来自于谁呢？再推导核心根源部分，就是、来自于 burn 这个词，burn 叫什么呢？叫做燃烧的意思。所以这个词你看就强调这个叫放到一起能够燃烧。 放到一起能够燃烧，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叫 c o n b u s t i b l e 你这样想 c o n b e u r n c o n b u s t i b l e 放到一起能够燃烧的，这个叫做易燃的啊，叫做易燃的啊，易燃的。好，那么这里面我说一下啊，你看啊，咱们如果这个学习物理化学的同学，你看看这个词你有没有见过啊？叫什么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做 spontaneous。spontaneous 表什么意思呢？叫做自发的啊，自发的。如果我们叫 spontaneous，有这样的一个词组。 spontaneous combustion 就是我们叫做的自然啊，spontaneous combustion 这是它的名词形式了，燃烧啊，b u s t i o 就把后缀换一下，a b able 呃 a b l e 改成 i b l e 改成啊 t i o n combustion 啊叫做 spontaneous combustion 叫自然的意思。你看在夏天的时候是汽车会自燃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啊，知道一下这个是一个词组啊。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表示跟燃烧有关有哪些词啊。第一个词叫做 inflammable。 啊，第一个词，第二个词叫做 ignite，啊，ignite，啊。Ign ite, 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样两个词跟燃烧易燃有一些关系啊。我在第一天给大家讲了一个单词，叫点燃，怎么说？叫 kindle，大家还记得吗？我说点燃蜡烛，还记得吧？kindle candle，K-I-N-D-L-E。I N D L e、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单词，这第一个单词呢叫做什么呢？叫做 inflamable m。inflamable m 这个单词呢，大家切记一点啊。其实我说跟燃烧有关，大家肯定很肯定马上就会反应出来，里面有个火焰，大家看出来了吗？它就来自 flame 这个词。但注意这个 in，它不是否定了，你要否定是不易燃的了。注意这是一个加强，这个词还是译成易燃的。 这个我强调，呃，可以强调一下啊，inflammable 还是表示已然的。 啊，易燃的这个形容人的话，就翻译成这人什么叫人易燃？这人没怎么地呢，火了先叫什么呢？叫做易怒的、易燃的或者是易怒的都可以，叫 inflamable。下一个单词叫做 ignite，ignite ign 这里边是一个动词，及物动词啊。ignite 表什么意思呢？叫做点燃啊，燃烧、点燃的意思。它跟 kindle 是同义词，它跟 kindle 是同义词啊。ignite 读一读，这个动词呢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在国内考试啊、国外考试都是一个通考的词汇。但这个呢也是它没有展开词，不太好背。 啊，它没有展开词，不太好背，所以这里边我也建议大家通过一个联想去记。第一个，你可以通过忽视去记，啊、呃，疏忽、忽视大意，ignore 这个词，你看跟它其实有点相近的，ignore、ignite、ign, ore, ign, ite, ign、ignore、ignite，忽视了，点燃了，没小心做实验的时候，你看把实验室点了，你可以通过一个联想去记，ignore、ignite，ign 啊，放到一块儿去记，或者这个通过读音的话，你就把它后面想成谁？你读 ignite、ignite，ign 这样你想，后面把它想成一个夜晚。 一个 night，一个晚上的时候，漆黑的夜晚，用蜡烛去点燃，点燃，燃烧。你这样去想也可以，因为这个没有展开的时候，只能通过一个联想了。一个 night，啊，一个夜晚，用蜡烛点燃它。你可以把这个 i 想成一个蜡烛的感觉，你看像一个蜡烛一样，啊，上面这个点像一个小火焰。这个一个一个夜晚叫做点燃啊，所以这个点燃大概有这样几个单词，大家呢放到一块儿去记一下啊，看到放到一块儿去记一下啊。 好了，那么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看下边下一个单词，下一个单词叫做 commensurate。大家读一下这个词啊，叫做 commensurate。commensurate 这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叫相称的、相当的，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叫 equal。啊，我们在基础词汇当中大家应该学过两个词，相等的一个叫 equal，还有个叫 equivalent。大家看这个词有没有印象？equivalent 也叫做相等的、等价的啊。那么这个单词为什么它也叫做啊、呃、相称、相当、相等的？那么首先注意它的前缀是谁呢？孩子们看一下，前缀是 c o m，第一部分，对不对？那么这个词的后缀是谁呢？ 是 a t e 很明显，但注意这是什么词性？形容词啊、哦，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形容词。那么这个词的核心部位就是谁？就是 measure，measure me 这个词它其实就是来自谁呀、啊、？measure 的一个变形。 Measure 咱们在曾曾经学过，叫做什么呢？叫措施或者叫测量、尺寸，有这样的意思。所以为什么叫相称、相等的呢？记住我的一个解释，就是共同的尺寸。你看，咱们说我这鞋四二的，脚也是四二,二的，尺寸大小一样，共同的一个 measure，共同的尺寸大小啊。所以这个叫做相称、相等的。那么这个单词啊就解释完了。大家注意，它是来自 measure 这个词，多读一读，can measure it 啊。那么它如果在使用的时候，它搭配介词 with 使用啊，can measure it with。 啊，这是这个词的一个用法。那么，比如说，我给大家说一个短语，大家看啊，比如说,说，说与你工作经验相称的一份薪水，与你工作经验相称的一份薪水，说，a salary commensurate with your work experience，a、um, salary。 to Measure it with your work experience，叫什么呢？叫做与你工作经历相称的一份薪水啊，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这里面大家看清楚，叫做啊相称相啊、相当啊相称、相当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看有哪些派生词啊，给大家说一说啊。不，对不起啊，有哪些同义词跟相等啊、相等这相关的词？第一个词叫做啊 t a n t a m o u n t 表示相等的词啊，第一个叫做 tantamount，第二个单词叫做 congruent。第一个单词叫做 tantamount，第二个词叫做 congruent。tantamount congruent。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词，第一个词 tantamount 这个单词 tantamount 表示什么呢？也叫做相等的啊。这个词大家抓住谁去记？这个词比较难一些，读一读 tantamount。Ount, 这个词首先注意它接的是 to 啊 tantamount to 与什么什么东西相等，性质上的一种相当相等。这个词只要抓住它就行，数字。 啊、哦，这个词，因为它本身也是表示数量相等、相等的、相称的、相等的、相当的，抓住这个 amount 去记就完了。tant amount tant amount t a am n t, t 呢？它作为这个前半部分这个前缀来讲，它表示的是 as much as，它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和什么一样多。 那这里面其实这个这个这个部分呢，你你记也行，不记也行，因为没有别的单词，就这么一个单词，所以说也算是一个无效的这样的一个词根解释，没有什么必要啊。所以你就记住谁呢？就把它想成 amount，记住抓住数字这个概念，记住数字相等，数字相等。下一个单词呢叫 congruent。我想一想，在座的各位同学，可能好多同学不单单要考托福，可能还会要考 GMAT、GRE 或 SAT。那么考数学当中，大家注意啊，数学当中这个词表什么意思呢？表示的意思叫做三角形全等的，用的就是这个词叫 congruent。大家读一读，全等的。 一致的、全等的、一致的 （congruent）。那么这个单词呢，怎么去记它呢？你看，c n 还是一起，因为相等嘛，肯定就不是自己跟自己等，肯定是一些东西放到一块儿进行比较的。一起，e n t 呢，这是一个形容词后缀了。中间这个 gru 是一个关键，它是来自谁呢？它是来自于 gray 这一部分。它是来自于 gray 这一部分。你看这里边是谁跟谁发生一个变形？u 和谁一样？e e。E 啊，这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形啊，原因间发生变形，它把这个 a 给去掉了，所以叫做大家一起都同意个一都同意的嘛，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为什么叫一致的？第一个叫一致的，达成一致这种感觉叫 congruent。但这个词造词的时候呢，不能三个一连写了，你三个一连写这没法发音了。你看你这个词要这样的，原封不动的写出来就完蛋了，看着就特别别扭。 啊，很恐怖恐怖，这样的一个单词要写出来，说 congruent 不能这么发，所以就把这两个意义变成了一个元音 u 就完了。Congruent 就大家一起都同意的，把 agree 写在下面啊，agree 啊，叫做一致的、全等的，上面数量相等，这个是共同的大小、尺寸、规格也是相等的。那么这三个相等补充在这里，三个比较难一点的词啊。好，下面我来看一下谁呢？看一下这个词呢，在这个托福当中有一几个词跟它是同义呃形近词，跟它是形近词，于容易混淆的，咱们把它放到一块儿去背一下。第一个词，你看这叫 commensurate，还有一个叫做 commemorate。 啊、uh,，commemorate，下一个叫什么呢？叫做 c o n s u m m a t e 啊、oh,，我们有这样几个词，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个词叫做 c o m m e n s u r a t e 第二个词叫做 commemorate，最后一个词叫做 c o n s u m m a t e 形容词、的动词。好，第二个单词呢比较好记一些，大家看一下，commemorate 读一读？commemorate，重音在第二音节。那么这个单词来自来自于谁呢？来自于中间部分。你看前后缀还是比较明显，来自于 memory，memory 就是哪个词？记忆这个词。那么这个词就翻译成叫做纪念的意思，动词，及物动词。比如说啊，造个句子说。 呃，他建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来纪念他的父亲啊，你可以怎么说？He established a charitable foundation to commemorate his father. You commemorate something or commemorate somebody，纪念的意思等于 in memory of，等于这个词组 in memory of。大家注意，它就来自 memory，非常好记的一个词。第二个单词呢叫做 consummate，这个词呢既是形容词又是动词，俩词性啊。consummate，前缀呢这个注意啊，不是 c o m、UM、了，是 c o、UM、n 了啊。a t 动词后缀，中间部分来自于谁呢？是 sum。sum 大家回忆回忆啊，咱们知道叫总数、总和、总计啊。大家可以通过谁记？你把这个字给我写在下面，就是 summit。 c o n s u m m it，你看这后面的发音是很像的。Consume，三位的咱们都知道叫顶峰顶点，达到一个顶峰峰值了，最高点了。那么咱们说你做一个事情，如果做到 top。 做到最上面的时候，咱们就会说，哎呀，这个事儿终于怎么的呢？叫什么叫 perfect，是不是啊？很圆满了，叫做完美了。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指这个意思，叫做一起达到一个顶峰，叫做圆满的、完美的。如果作为动词来讲呢，就表示使圆满、使完美的、完成一个事情，叫做 to accomplish something perfectly，强调这个意思啊，叫做 consummate，叫做 consummate。所以，一共这三个词，大家注意不要混淆就行了，容易混的啊。第一个叫做，你只要抓住词源，你不会混。 你抓住它最核心的部分，它是不可能会混的。顶峰完美，记忆就是纪念，尺寸就是相等相称啊。好，让我们继续看下边下一个词，下一个单词读一读，叫做 complacent。大家看下这个单词啊，complacent 表示什么呢？叫做自满的啊，或者我们说叫做得意的，self-satisfied。Self atisfied, 听下它的英文解释，self-satisfied 啊，这单词为什么自满的呢？现在大家自己感受感受，看自己看能不能看出来这个词可能是跟哪个词有点关系。首先你要告诉我，你看得看谁能看整体吗？不能看整体，前后缀一定要去掉去看。 好了，你把前后字全去掉之后，你看这次应该来自于谁？有同学会说来自于地点。如果你第一反应出来地点，那就是词源没明白。我说过词源追求词源的九个字真谛叫什么呢？看读音，看拼写，最重要的是看它的意思。你读一读，place 读音，第二个拼写 p R a c，最关键它的意思叫做自满的得意的。你看哪个词跟它长的最关键？那个词也有一种自满得意的感觉在里面。哪个词？现在又想出来吗？是不是看看就来自于它呀 p l e a s e 嘛 p l e a s e 叫什么意思呢？表示的意思叫做满足嘛。 对不对？大家看一下，就是表示满足这个词，高兴嘛。I'm I'm I m, I am pleased with something，对什么事情很满意，满足。所以它是来自它原因，a 变成了 e a，c 变成了谁 s。大家看一下啊，a 变成了 e a，c 变成了 s 啊，是这样的一个变形啊。大家看清楚啊。那么呃呃，这里面大家看一下这个 complacent 啊，complacent 强调就是指，是高兴自满，就来自于这个满足高兴这个词。那么跟它呢还有一个派生就是谁呢？ 来自这样的一个词，就是 complacent，啊、uh,，complacent，啊、uh,，大家看一下啊，它、uh, 俩是同源词，但它俩意思有一点点差别。你看，还是后缀，这还是前缀，它也是来自于满足这个词。家可以把 please 写旁边。这第一个是自己高兴，叫 self satisfied，而 complacent 这个表什么呢？你看，这是自己高兴,是高兴，而这是别人高兴，叫什么呢？叫做顺从的、讨好的、顺从的、讨好的，叫做 complacent。所以这个词你怎么去记它？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uh, 你就记住长得比较顺眼这个，你看这个、比较顺眼的。 啊、uh,，P R A C 在中间呢，这是表示自己高兴、自满的。这个呢，长得不太顺眼，但你通过读音也能判断，中间是个 ple 在里面。这是谁满意呢？是别人满意，所以叫顺从别人，他就很满意啊，uh, 叫做顺从的、讨好的。它的反义词就是固执。来，再来一遍，固执怎么说？像驴一样的 m u l i s h 是吧 m u l i s h 啊、uh,，叫做啊 complacent，complacent。Uh, Compl ent, Compl ent, Compl ent, 大家把这两个词放到一块一个是自己高兴自满，另外是别人高兴的讨好顺从。下一个单词叫做 conciliation。 注意它的读音，注意在第二音节啊。Uh, conciliation 叫做安抚、安慰啊，uh, 读一读啊，uh, 叫做 conciliation 啊、uh,，conciliation 啊、uh,。那么呃，咱们在以前学过“安慰”这个词，大家看一看，就是中学词汇是这个词吧？comfort 是这个词吧？comfortable 嘛，形容词嘛，那么这前面部分、就是呃，是都有个动词嘛？啊、uh,，叫做安慰、安抚的意思。那么这个单词呢，我把它的动词给大家写一下，叫做 conciliate 啊、uh,，conciliate。 啊，这个词为什么叫做安慰安抚呢？前后缀还是比较明显啊，c o n 和 a t e 比较明显。它的核心部位是来自于谁呢？来自于中间那半部分 c i l，它是来自谁的一个变体呢？是来自这个词的一个变体。好，就是元音发生变形，但这个词比较难记，难记在哪儿？就是因为它发音变了。如果它读成 conciliate，就是 conciliate，这个就比较好记了。但是很可惜，它这个发音变了一下，这是 i 和 a 发生一个变形。就是说，为什么叫安慰？就是、大家一起都跟他说话，都给他打电话。 hop 就打电话嘛，想一想，你考试挂的时候，所有同学都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哎呀，明年再考，这种感觉，这叫做安慰你，没事大不了从头再来啊、呃，叫做一起给你打电话，这叫做安慰的意思，conciliate，读一读啊。那它下面还有哪几个词呢？对照去记，记一个不好记，咱们记一串你看看啊，第二个单词大家读一读，叫做 reconcile，注意在这儿 reconcile，啊，叫做 reconcile 啊，中间部大家发现没？你看这一部分是不是一样的？看出来了吗？ 都是一起说话，是怎么一说话呢？就是再一次，一起又说话了。这个词翻译什么意思呢？叫做 “to restore harmony or restore friendship”。“restore harmony or restore friendship” 叫什么呢？叫做修复你的 “restore” 恢复的什么呀？“harmony harmony” 叫什么？和谐，恢复友谊，这个叫做啊、呃、和解，它表示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词一般用被动形式，跟谁谁和解，be reconciled with。想一想，有些同学可能是。 跟你这个同学啊，这个这个大一的时候打了一仗，大四大学四年都没说过话，这个要知道，就是到大四散伙饭前终于和解了，这个叫做 she was reconciled with her classmate，是这种感觉，跟他的同班同学和解了啊，这个叫做再一次一起又说话了，这个词比较好记，再一次一起又说话了，所以这个意思特别直接，就顺出来了，和解啊。好了，最后一个单词叫什么呢？叫做 supercilious，大家看一下啊，叫做 supercilious。 啊、oh,，supercilious，supercilious 这个词呢，词根在中间呢，你看在这儿呢。啊，super 表什么意思呢？叫超级，咱们都知道，对不对？但我也说过，它位置表方向是哪儿？在上面。你看这怎么说？在上面说，这种在上面大吼大叫的感觉，记住我这个解释啊，在上面喊。啊，你刚刚想一想，咱们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的班长啊站在讲台上大吼大叫对你们啊，在上面喊，咱们就会说这班长也看起来非常怎么着？叫做什么呢？叫做傲慢无礼的，ill-mannered。Ill 啊，uh, 是吧？傲慢无礼的，在上面大吼大叫的，rude，是吧？或者我们叫做 arrogant，对不对？都可以叫做傲慢无礼的，在上面大喊大叫，傲慢无礼。啊，再一次一起又说话了，和解，大家一起都给他打一个电话，这个都跟他说说话，这个叫做安慰。这个一共下面就这三个词，把它串到一块儿去记。 啊、uh,，conciliate，reconcile，不要忘记我说的啊，背单词必须要出声去读啊，一定要多去读。你这不读的话，肯定没印象。你单词太多了啊，你总是读一读，总会对这个词在脑袋哎，会有一点感觉。你不读的话，没有感觉。每天背单词量特别大的时候，super serious。好，这组词到这里不说了结束。好，让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单词，叫做 condiment。condiment 叫做调味品哈、啊。如果我们在国外生活的时候呢，大家知道我们在超市当中会看到调味品呢，一般会用这个词用的也比较多一些。哪个词呢？用这个词叫做 seasoning。 就是季节那个词哈，季节咱们都知道 season，但注意，如果它作为动词来讲呢，就是表示加调料，给什么东西加点料啊，这叫 season something，给什么东西加点料，加调料，i n g 之后变成动名词了呢，那就翻译成叫做调味品啊，咱们现在吃的什么什么什么王守义十三香啊，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个要知道一下，叫做啊调味品啊，叫做调味品啊，那么这个单词比较难背一些哈，为什么这叫调味品呢？里边有一个词根，说一下，这也是一个高级词汇啊。 count 呢？这里边呢，它在这个拉丁词根当中，它本身表示的是叫做 hide。hide 叫什么意思？咱们都知道叫做隐藏啊、哦，叫隐藏的意思啊。我们在第一天其实给大家讲了一个单词，大家看还记不记得这个单词？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课上我们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词，叫做 abscend。大家还有印象吗？这个单词 abscend 叫什么呢？叫做潜逃。我当时给大家讲，我说 ab 放在 c 前面的时候加个 s 来平衡音节，所以这个时候这前缀应该是 abs。abs 等于 ab 表示的是 away，离开嘛，远离嘛。c n 我当时当然讲这样举，句，我说 c n 把它想成一起，一起离开。 一起躲了，让这些吧，地想躲，一起躲了。说这个叫做潜逃，一起躲，一起离开。但其实里面，当时我给大家说，我说这个词跟咱们后面会讲到哈。你看看，其实里面这个词跟藏起、藏有关，就叫一起藏起来，藏起来并且离开。为什么要潜逃？就是偷偷摸摸的这种离开啊，是强调这样的。你看那个孙悟空啊，这个这个这个撅倒这个人参果树之后，带着这个师傅和师弟这几个人连夜潜逃，悄悄的这种感觉叫 abscend。所以这里面大家看到 c o n d i m e n 的这个单词呢。 叫做调味品的话，它相的是藏在哪儿呢？注意，它是不是,是藏在这个里面呢？叫 dish，叫什么？菜肴里面的嘛，对不对？它想的是藏在菜肴里。不能没有人说吃吃饭，咱们经常会吃饭就会觉得，嗯，嚼几口会觉得，哎呀，这里边放了咖喱，这边放了啊、哦，这个这个咸盐啊，没有人说吃吃吃出一块咖喱，吃吃吃出一块一大粒盐，不会这样的。所以它是想的是藏在菜里的的。这个 condiment 表示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叫做调味品。如果你会觉得这样通过词根不好记，你就记它英英解释就完了。先记 seasoning，seasoning condiment 是同义词。 那就完了，就是他讲的藏在菜肴里的啊。这个词根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这个词也是特别不好记，但大家还是必须要背啊，必须要背的一个词叫做 recondite。这词实话说不是特别好记啊，recondite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recondite 表什么呢？这个词叫做啊深奥的难懂的深奥难懂的，就是 hard to understand 啊，叫做 o p a k e 大家还记得这个词吗？不透明的那个词啊，echo 跟水相反，O P A。 Q U E 啊，可以写在旁边。O P A Q U E，难懂的、深奥的。这为什么要深奥的？呢？你看，这个、还是跟藏有关。所以你想一想，如果这个词翻译成深奥的，那这个是藏还是不藏？那必然肯定是藏起来了嘛。所以这个 R E 不能取向后，也不是相反，它取的是一个加强，就是再一次反复藏。咱们就说深藏不露，藏得特别深。你看你生活当中有没有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你根本看不出来，你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特别是你当你看到你的领导的时候，微微一笑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就是藏得很深，反复藏，叫做深奥的、难懂的、深奥难懂的。Recondite。 啊，recondite 啊 a b s c o n d 一起离开，潜逃，藏在菜肴里的，这个 i n t 是名词后缀了，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调味品啊，uh, 调味品。好，那么这三个词到这里不说了，这个词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词跟下面就这三个词，而且这三个词都是高级词汇，基础词汇没有的，四六级词是没有的啊。Uh,